要是苏毅能想明白就好了。男人嘛，遍地都是，为什么非得是许耀呢？哎，还为了许耀，钱都不挣了，你说傻不傻？可不嘛，他现在不搞事情了，工作也可以正常了。许耀那边在陪他爸的时候，压力也就小一点了。于家安倒是挺不错的，他都没跟我说许耀爸出事的事儿，为了照顾他爸呢，还说要辞职。哎，你最近是不是吃的比以前多了？怎么感觉胖了一点儿？我胖了吗？那我这鸡汤我不喝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喝，得补补。补什么呀？年纪大了，我跟你说，要真胖了，瘦不回去了。不喝。也是啊，这年纪大了就不像年轻的时候了，胖了可以瘦，熬了夜了不用补，犯错误了。也有机会可以重来，后悔的成本也很低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多感悟啊？回家吃多了给撑。我发现你食量确实比以前大了，怎么了？你赶紧讲一个恐怖的故事，吓吓我，我就不打嗝。我明天就要出差了，一走走十几天，多吓人！你不想我？一点儿都不吓人，你去帮我弄杯水。手上有一个穴位，一摁就不打嗝了。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你看，我说这个穴位灵吧？多吃点肉。好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啊，有30多个公众号，那写的好的广告都排到下个月初了，头条的广告费10万块钱。我头一次知道原来写作还能这么赚钱，所以我也想写一个。可以啊，你肯定能做好。我之前在我们公司啊，其实呢就是翻翻资料打打杂，但我现在发现我们主编越来越喜欢我了，因为他想带着我开一个关于情感类的公众号，他说我能写好的。其实挺简单的，就是找噱头，标题呢就起的像是与你我有关联一样，然后内容呢就写说是我们身边朋友发生过的事情，然后偷偷把广告植入到里面。你看你现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还可以靠它赚钱，我特别为你开心，也有一点嫉妒。怎么啦？是工作上现在有不顺心的事情吗？我就是想快点赚钱，这样可能就有底气跟我爸妈谈判了。我后来想了想，其实我能理解你妈妈为什么不喜欢我，但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件事情。而且你在工作上也要努力加油啊。谢谢你欢欢，总能理解我。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别这么轻易就理解别人，要不然到最后受委屈的都是你自己。啊，怎么你又想让我受什么委屈啊？多吃点吧你。哼。这么干脆吗？我们不是都说好了的吗？可是你怀孕了。十里年欢吧。你就没考虑过要告诉我吗？这是个突发事件，和我们各自的人生规划都不同，
我不希望这个变数改变我的计划，也不希望给你带来压力。我一直就在想，我到底在怕什么？我怕的是我爸，我怕我成为他。可我越是害怕越逃避，我就越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比他好。郑清，把孩子留下来吧，我努力，努力对你，对他都负责任。对不起啊，郝晨曦，是我自己太害怕了。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，你让我再想想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。下一站去哪儿啊？后天去成都。成都好，去看看徐瑶和他爸爸。哥，张晶姐那边手术做了吗？没呢。我让她等我回去陪她去做，至少还能够照顾她一下。嗯。也许拖着拖着，她就反悔了呢。难道反悔了？喂，想我了？我觉得不太对啊。什么？我刚才复盘了一下，我觉得苏毅不是真的让你出差，他只是想先把你给支开。我刚才在地库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个人拿着公章，就特别不安的就上了苏毅的车。哎，你赶紧想想，他们拿公章会做什么？是我们办公室主任吗？我问你啊，苏毅私下拿公章做的任何重大的决策，这合法吗？公司章程规定，若许耀缺席，他全权代理 CEO 的职权。不过他怎么这个时候他落井下石了？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商业的胜利也有落井下石的。喂。那边怎么样？情况不太好，他说他想回去住，我现在也是想通了，那就去给他办出院了，也算是满足他一个心愿。你那边呢？我们现在在杭州呢，过几天去成都，到时候去看叔叔。杭州这边也有好消息，谈了个地产，他们答应低价把铺面给我们做实体店合作。嗯，你辛苦了。喂，徐瑶，你快回来！叔叔他。徐瑶，糟了，那怎么办呀，哥？你也没和徐总说这件事啊？先别烦他了，马上订回北京的机票。师傅，去机场。啊。叔叔，你说什么？
刚才说什么？已经做好雪球了，我要砸过来了，你赶紧跑吧，我要砸过来了。家就没有那么冷，我们家可大了，有暖气，有电梯，我们回家吧，回家吧。放心吧，是我的决定。公司要扩张需要大笔的钱，接受融资也是合情合法，跟你没关系。
钱这两天就会打到你们公司的账上，所有股东的股份都会被稀释。许耀跟赵总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也约束不了你了，我这边会给你一份无偿转让股份的协议。苏叶，今后你就是繁星最大的股东了，你肩上不仅扛着繁星，还有我投给你的每一分钱，一定要把繁星带到更好的路上去。我要你既不受委屈，又可以大展宏图。谢谢爸。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你疯了吗？我要脱手，你们不让我脱，那我只能当大股东了。有意思吗？许耀他爸今天去世了，你在办公室搞这乌烟瘴气的，你有良心吗？那就帮我带一句节哀顺变吧，这个时候我也不好再去发吊唁了。不过我说真的，我挺难过的，你信吗？他爸是好人，他也是好人。好人就可以让你拿来随便踩吗？这么久以来，许耀为这公司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，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呢？他是有多信任你，才让你代理 CEO 啊？我是有多信任他，才会从一开始把所有权利都给他。我是有多信任他，才会在每次出现分歧的时候让我。我是有多信任他，才会出钱出力把繁星和所有能给的都给他。我错了吗？我没错，我只是做了我早就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不干了，我退出。你不配让我跟你打天下。我们没有降落伞，我们打不动你，我们走行了吗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吗？你也不用大费周折在这稀释股份了，你不就想主控吗？你可以告诉我一声啊，把钱砸我脸上，我把我股份就给你了。你以为赢了许耀就赢了所有吗？就在刚刚，唯一派发布了公告，以后取消用户的押金。苏叶，日后的账自己打吧。你也会这样气急败坏吗？我知道你难受，你哭吧，哭出来就能好一点。你这样憋着会伤身的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你舅也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，都是过程，迟早我们会再见的。
需要你过来看一下，从医院拿回来叔叔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遗漏的？饿了吧？我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，简单给你做点吃的。需要，你过来看一下。碱水面口感好，清水大火烧开。面下锅，不要煮太久，10秒钟就可以。面捞出来，再用热锅下油，放花椒、干辣椒炒香，放牛腩，均匀翻炒，加清水，烧开丢面，烫蔬菜。起锅，对不起，您的电话已停机。 Sorry, your telephone service is suspended. 我以前总是跟你说，药是光宗耀祖的药，不对，是我弄错了。祖宗在的那个地方，根本就不需要看到你成功，你以后就是耀眼的药，你要活得耀眼，活给自己看。再大的房子都不如睡个好觉。算了，你睡吧，不打搅你了。先回北京了。
下次再回来，就没有人在家里等我了。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，把拖鞋放得整整齐齐在门口。明明是在坐立不安地等我，当我进屋的时候，他永远都不会回头看我。你昨晚一直都没睡，就坐在叔叔的房间里，我好担心你。如果真的太难过了，一定不要憋着。就是觉得太快了。什么太快了？古时候的人，家里有老人走了，要辞官回乡守孝三年。他们接受死亡、消化悲痛的时间需要几年，而我们呢，这边办完葬礼，第二天就不得不出去工作，去打拼，去奋斗，去谋划。需要。这一次的冒险，就算输了也没关系。无论以后面临着什么，谁都不许先跑。我答应叔叔了，一辈子牵着你，不放手。我往哪儿跑？我就只有你了。开始吧。郝总，你先来说说应对措施。什么应对措施啊？哦。你是说这两天用户大量流失发起退押金的事儿？我觉得你问我措施，还不如总结一下原因。赵伟，你先来复盘一下数据。苏总，这是我的辞职信，我想辞职。辞职？这个时候搞辞职？对，当初我加入繁星是师哥许耀打动的。如果繁星不是在他的带领下前进，我想辞职。研发部门一半的人都是我带来的，他们说了都跟我走。苏总，您有个心理准备。怎么？是许耀让你这么做的吗？吓唬我啊？苏总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是你在给唯一派递刀子。那你怎么不想想，多少次繁星撑不下去了，我出钱的时候呢？郝总，您的股份倒是不花钱，我可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。你砸钱，我也砸人了。要不这样，苏总，今天咱们就把工资清算了。赵伟是许耀的人，我也是许耀的人，他辞职，我退股，我也厚他，按我入职的时候的估值卖给你。威胁我呀？哎，你说这年前还前途无量的，怎么现在闹成这样啊？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唯一派这次真的是下狠手了，又加上我们公司现在内部斗争，我觉得呀，这场仗赢不了。谁说不是啊？还是提前找好下家吧。赵经理，不要在公司发表这种分散人心的言论，想走可以。把辞职报告交上。对不起，徐总。徐总。徐总。都别吵了。
需要。内部问题不解决，大家人心惶惶。我觉得先解决外部问题。我现在还没有被董事会罢免，我说话还算话吧？有没有意义啊，苏总？唯一派这次玩的招大的，取消了用户押金，来吸引用户和我们竞争。就在昨天，唯一派的王峰还接受了采访。采访中，他透露，我们的苏总在偷偷地和他接洽卖公司。王峰把公司创始人不和的消息放出去，唱衰我们，引发了用户惶恐，怕我们倒闭了，连他们的押金都退不出来。从昨天到现在，有30%的用户发起了退押金的行为，用户流失数据还在持续走高。陆总找我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把光谱子公司交给你负责吗？陆总，您的意思是要开始动了？时机已经到了，各方面的资源我都已经码齐了，你可以开始做内容布局了。我回头会整理一下我的意见和规划，一会儿发邮件给你。好，定不负老板厚望。这家公司有你的股份，就代表公司是你自己的。给你3年时间，做到同行业里的头部，有没有问题？张青，把孩子留下来吧。我努力，努力对你。对他都负责任。怎么，这次就没信心？不是，我是在想怎么把公司营销这一块的业务过渡过去。我听说于江回北京了，他今天来公司吗？他一会儿就到。那咱们一会儿开个会。嗯，从这周开始，张总会负责光谱子公司的布局工作，他会把手头的工作慢慢移交到你们两个人身上。移交完成之后，他不再担任光谱总经理的职位，而是直接升任副总裁，他的职位将会空出来，从你们俩中尽职产生。你们俩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谢谢陆总，谢谢张总给我这次机会。林丽、于佳恩，这次呢，不论谁胜出，愿赌服输，公平竞争。我知道你们俩之前呢是闹过不愉快的，那从今天起就都翻篇了。职场呢是本事之争，不是情绪之争。我也不希望看到我亲自带出来的团队搞内部消耗，希望你们能够合作愉快。能做到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有点感冒。笑什么？我想起我们在可达家电见面的那次了。反正我们的友谊就是从厕所开始的。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听欢欢说了，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，你想好了吗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在光谱这么多年，总算是熬出头了。陆总这个人呢，野心很大，如果我不全力以赴的话，是达不到他的期许的。这也许就是天意吧，我本来还没想好，现在倒好，不用选了。可是你那么优秀，我觉得你能同时做好母亲和副总裁的两个身份。我以前有个得力的副手，我重点栽培他，后来她怀孕了，我想把她换掉，他就跟我承诺说他可以兼顾好两个身份，绝对不会影响工作的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和我一样非常的要强，怀孕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拼，甚至进产房之前
还在工作呢。我也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孕妇对她多加照顾。后来她是生了，但孩子身体不太好，直接就住进了 ICU。 我去病房看她了，她拉着我的手一直哭，说特别后悔，后悔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出差搭建场地加班到零点。她最后悔的就是因为自己拼命工作把孩子害苦了。后来她因为产后抑郁症不得不辞职。我不确定生孩子这件事儿会带给我什么，但是呢，我非常确定副总裁公司股份能给我带来什么。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啊，进了公司那么多年，我那么努力的工作为了什么？我就是希望有一天，当我对所有的一切都失望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很有底气的告诉自己，张青，你不要害怕，你还有钱，你还有安全感，你还有独立的能力，还好你当初为了自己铺了一条后路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怕的。好，那我不催你了，你做完手术我负责给你当保姆当大厨，当然以后您成了副总裁了，别忘了提拔提拔我。你想得美。我不同意你辞职，苏总那边我会去解释。师哥，我跟你共进退，这全公司的人都看出来了，这苏总就是想把你给踢出局。我就是想告诉他，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繁星的今天。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。现在繁星遇到危机，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血，也是你的心血，是所有繁星员工的心血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在一起，守住繁星的未来。但是，你们这么争下去，繁星还有未来吗？我会竭尽我所能，给你们一个未来。进。有意思。怎么了？一个叫创投吃瓜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，给你安了个新的人设，说你是凤凰男上位，攀上了苏毅的高枝儿，利用了他的感情和资源，最后还想把他踢出去。唯一派只是想独占市场，他们这样就是想做低我们的估值，好让我们贱卖给他们。怎么着，想好怎么打了吗？先打再说，拖着他们，至少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。看来你已经想好了。我在成都创业的那一次，我有两个合伙人，一个是我发小，一个是我大学同班同学。当时遇到了就好像今天繁星这样子的境地，不应该说是比今天的繁星更惨。起码苏毅他爸还是有钱，但我当时已经欠了好多钱。我知道。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我那个发小就是像你建议我那样的去做，他逼我卖走他的股份，捐走了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现金，资金链断了，成为了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这么选择的话，我就成了曾经的他们了。